原标题：隋朝如果不是二世而亡，会给隋炀帝取什么谥号？本小河对岸隋炀帝的谥号是历代皇帝中最差最恶的。按古谥法，考内后宫元礼曰阳，去礼远仲曰阳，逆先月民曰阳，好大代正曰阳，四行劳神曰阳，离德荒国曰阳。总之，阳这一个字就概括了杨广的荒淫败德、暴虐凶残等种种品行。这个谥号之差之恶，可以等同于周人给殷商末代君主帝辛的纣王称谓。按谥法，残义损善曰纣。实际上，夏商周的君主称谓并不一样。夏朝的君主称后，殷商的君主称帝，周朝的君主才称王。按照殷商的称谓习惯，帝辛是如何也不能变成纣王，而最多能被称为帝纣谥号，也是起源于周。隋炀帝虽然不是好皇帝，但炀这谥号也有很多不妥帖之处。比如，隋炀帝好内荒淫好色，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依据。根据史籍记载，隋炀帝远不如其姨表兄李渊好色。李渊在当了皇帝之后，多立妃嫔，其子女也多达40多位，绝大多数子女都是在其当皇帝后所出生。客观地说，即便是平恶时，立也要比人更妥帖一些。释法杀戮无辜曰立，暴虐无情曰立，必狠无理曰立。而令人玩味的是，杨广给南朝陈后主平定的谥号就是杨，不曾想这个谥号又被自己的姨表兄李渊送给了自己。相比之下，没受过隋朝恩德、出身草根的窦建德给杨广的谥号倒是比较厚道一些。窦建德给杨广平定的谥号为敏，敏有同情的意思。而洛阳王世充扶持了皇太祖杨栋，给杨广平定的谥号为明。明虽有几分溢美言故，但明也并非顶级谥号，隋炀帝也的确受之有愧。而杨广的那些功过是非，取一个庸常的谥号肯定也不太适合。杨广身死国灭，不当受大恶之事，身免国序，则也享受隋人的至高之事。那假设隋朝不是二世而亡，那大概率会给杨广取什么谥号呢？自汉朝以后，顶级谥号只有三个，秦朝时废除了谥号，而自汉朝建立才得以恢复。这也是列朝太祖太宗最常用的三个谥号，文、武、高。文、武谥号的最早使用者分别是周文王、周武王，而高谥号的最早使用者则是汉朝的刘邦。张晏曰：李谥法无高，以为功最高，而为汉帝之太祖刘邦，故特起名焉。自汉以后，实际上的创业之君，其谥号多为高或武。比如汉高帝刘邦、汉光武帝刘秀、帝汉武帝刘彻的谥号，魏武帝曹操追谥为曹魏的奠基之君，晋武帝司马炎灭东吴，结束三国分裂，宋武帝刘裕、齐高帝萧道成、梁武帝萧衍、陈武帝陈霸先。而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谥号却是文皇帝，设在开国皇帝中就显得比较突兀。虽说曹魏的实际开国皇帝曹丕的谥号也是文皇帝，但杨坚与曹丕却有不同。曹丕虽然是曹魏的开国皇帝，却完完全全是守城之君。曹魏的江山可以说完全是靠曹操打下来的，而曹丕在疆域上也的确没有非常突出的功绩，故而曹丕追谥曹操为武皇帝，而自己被视为文皇帝再合适不过了。杨坚出身于将门世家，曾跟从北周武帝平定北齐而多立战功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杨坚在位期间平定了陈国，而结束了南北分裂。可是杨坚却被杨广视为文皇帝，其最大可能性是杨广想在功绩上开疆拓土，超越过杨坚，而把武皇帝的谥号留给了自己。武皇帝比高皇帝
更能突出武功一面，而杨坚的庙号为高祖，故杨广也会避免使用高皇帝的谥号。如晋朝有庙号高祖，而皆无谥号为高皇帝，杨广是一位好大喜功的君主，不安分，爱折腾，甚至对其父杨坚也有几分瞧不上。杨坚不好征伐，更希望民生安定，而对周边民族也多采用招抚手段。杨广当皇帝之后，大兴土木，营建东都洛阳，修大运河，并频繁发动战争，西征吐谷浑，三征高句丽等等。杨广其实跟汉武帝刘彻比较相像，都穷兵黩武，好大喜功，而滥用民力。只不过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时期打了一次擦身而过十载，海内虚耗，户口减半，而继汉武帝之后的昭、宣二帝也都堪称为贤君，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、安定民生的措施，才使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的西汉王朝又再度恢复了一些气力，史称昭宣中兴，但是却已无法逆转西汉由盛转衰的颓势。从文景之治到昭宣中兴，由此可见这汉武霸业背后的沉重代价。杨广却没汉武帝那么好运，不止搞丢了其父杨坚的开皇之志，更搞丢了大隋江山。而如果隋朝能够逃过二世而亡，杨广也大概率会收获武皇帝的谥号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